Yo， 各位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凌晨4点多，我们今天要前往台东。然后至于为什么带那么多东西呢？怕真的不行的话，起码还可以住一天，住一个晚上 ，OK 的 ，OK。然后刚刚地板下过雨后都很湿，所以我也不确定，等一下到底可不可以顺利。也是第一次那么的疯狂，那不然我们等一下就等见到我朋友之后再说吧。拜。Yo， 我是今天的伙伴。Hello， 我是今天的伙伴。然后这个突如其来就答应的，你有什么想去的？没有，我想骑车而已。OK， 好。Go， 出发。中途不会录影，因为我没有 GoPro。Go。Yo， 我们现在人在高雄，那现在是几点？我们坐在 Seven 看日出哎，不过我觉得今天应该也看不到日出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去，应该也看不到。云太厚。Y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要离开 Seven， 准备继续往台东前进。紧急时控。尿急，我们来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万兴加油站，到底是谁上厕所的路啊？那我们继续南下喽。呦呦呦呦呦，各位，我们到了海豚湾门市啦，耶、yeah ！可是那边在整修，没办法从最好的角度拍摄。啊，到仿山了，仿山。对啦，旅程已经完成了，大概一半左右了。哼，爽呢、啊！嘿，海，各位，海豚湾呢？各位，没有海豚呢？各位，还有一群疯子，疯子，疯子一号，疯子二号。啊，比较可惜的是那边在施工，没办法拍一个。好看的，给大家看，看海豚，这么小啊！下一站，台东 ，Go Go 各位 ，Go， 欢迎莅临台东，神经病，我们快要到达人市区了，哎呦，好扯哦，看一下自己，哎耶，小黑，然后过来，来啦，好，一个闪失啦，一只可爱的狗狗，狗狗，这有一只可爱的狗狗，狗狗，狗狗，阴阳海。好多人，不是好多人，好多提防漏洞耶！哇，好漂亮哦！耶！嘟嘟嘟嘟。OK， 我们现在人在花东海岸公路的一处小沙丘，我们在那边，好怪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骑下去？我要吗？我要骑看好，骑看好。我真的得说，哦，平常应该是没有这种机会啊，所以。不知道是不是违法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可不可以剪。
有，这里啊，这里吧。旁边那家店而已。对，这里。啊。到了。嗯，哇。骑了100多公里，胖将近200公里，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有一句话叫做谁是罪犯，谁是罪犯。那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就是肉包，也没有说特别的。哇，它里面还装了300多公里的味道。耶！哦，像这支影片完全不知道怎么剪哎，完全，我原本有想过要怎么剪这支影片，然后后面就想不到了，后面节奏有点乱掉了，因为我都乱录。真的要准备回程了，然后要买这一套。没有赞助播出，可是真的很需要。真是太累了，多睡一下。粉睡了1个小时，人太爽了，对不对？完全耽误啊！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我还在。还在台中，不知道都回家几点了啊！手机也快没电了，行充也快没电了，我也不确定可不可以到时候要回去的时候做个 ending。就这样啊，随遇而安。这就叫有始有终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从台东，从昆山到台东，再从台东回昆山，包子之旅圆满达成。辛苦你啦，兄弟，你今天表现实在太棒了。啊，好好休息吧。一场肉包之旅，或者是500公里的长征，这种会跟史诗级站上边的形容词，不适合我们这部影片。这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邀约，一个大胆的决定。没错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台湾真的不大，不管你从哪个县市出发，一天之内一定可以到达你小的城市，就是这么的快速。而机车旅行就是把这段过程给梦幻化。虽然我没有过程影片，哈，你会体验到潮湿的风景，坐着不舒服的，也没有靠背可以靠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总是有会搞死你的气候。说起来，在台湾骑机车旅行似乎是没有效率又辛苦，但就是有那么奇怪，喜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移动方式。没错，就是我，但就是很开心啊！机车旅行就是很开心，身心都舒舒服服。是说你有听过哪一部机车旅行是没有过程的吗？我就是要过程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电脑 GoPro 了 ，OK 的啦，就这样子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。过程啊。